切切而就，以后都有一些动物来这么煮菜。啊！你看，我看到那个狗死在这边了。什么东西？怎么样？我刚才看到啊。狗吗？是猪还是狗？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旁边的羊在一直踩在那里？我刚才踩到它，我真的好恶心。听到没看到？有。哎，走旁边，走旁边，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你的。不是，你这种山上会有那种动物死掉都是，好可怜。对不起，我往那边走是有洞，要小心。那个椅子，好的，你小心那个椅子。哎呀，这里摆一个椅子，搞不好他们当初绑架的小女孩，小女孩就绑在这椅子上面。对，有可能。那特地放在这边就好。不要踩得给我掉下去。好多内衣哦。天啊，好夸张啊，你看身上都是内裤。哇，红色的。哇，对不起。好恶心哦，你看那方面挂一整条的。然后整个厕所里面全部都是。一条一件勾着一件这样子，好像挂窗帘一样把它挂。啊，那居然这种东西，好痛！你去打我。有许多女性内衣连结围成的区域，难道就是当年歹徒行凶杀害少女的地点？到处都有那个蜂窝。啊，那边一个洞。我刚应该没勾到吧？是你吗？我不知道，我转过头来它就不动了。到处都是，而且你看它这里面还有丝袜，然后。那可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像也都是一些色情图片。可以进去看吗？看看好，小心一点。好吗？可是这样会不会冒犯到他们啊？因为这挂着很诡异耶。狗的尸体和女性内衣，和当年掳人勒索的案件有何关联呢？对啊，我往外面收好了，因为刚声音从那边传过来。小心哦，这地板在晃，我啊，会塌陷。我踩到你了，小心。再见，再见。里面吗？这里面吗？对啊。什么声音？东西脱落是不是？对啊，好像天花板上面在剥落。有没有？东西脱落吧？可能吧。哎，那是灯泡，我以为是莲蓬头。不是。好难受。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太危险了。对啊，到时候它整个坍塌下来。你看，那有没有那个围巾是那个袋子？看一下，看一下。坐坐坐，对不起。你看，而且只有这一间哦。你看，这样围过去的，围一个路口。嗯哼。哎。外警队继续向前搜寻时，意外发现刑案现场的胶带，于是尖兵循线向前查看，竟赫然发现一名神秘骇客。为何在渺无人烟的深山之中会出现不明人物在此徘徊？难道会是被害少女现身了吗？潘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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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姐，把那个拍死！没事，应该等一下，等一下。拍死啊！我不是调岗的啦，让大家要该吵的。我刚才吓到。你该躲一下。你真的不要来！对对对，对不起。哎阿婆，你在找什么东西？阿婆，我的档案。
叫回来呀？什么？你在当下回来？我找到孙啊！你找到孙子？他伊都拢无回来。无回来？阿咪那怎样？伊在家？对啊。他伊都，他的时阵啊，他伊都在家的时阵无去啊。在家无去？在家无去？对啊。他还不知道他那个。嗯、他不知道吗？他应该不知道。阿妈，你在家等伊偌久？我拢嘛，逐天来遮找伊。我唔是歹人，哎我。惊着。我唔是歹人，我唔是歹人，歹人，我唔是歹人。不是，我唔是歹人啦。不是，他跟着他，跟着他，不要跟着他，跟着他，跟着他就好了。阿妈，你阿妈，你现在在家。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在深深中失去踪影，留给亲人的是无止境的哀痛与悲伤，多少幸福的家庭因此而破碎。阿妈，你逐天拢困在家哦？有。啊，你拢无回去吗？我会使回去。为什么？恁早孙叫你来遮等伊哦。有啊，我回去都看袂着伊啊。吓。恁早母孙拢嘛困伫遮。遮你困的所在吓？一个人在困，我敢会寒啊？对啊，你。袂啦。阿妈，啊你敢若剩你一个人尔吗？啊，恁家拢无人吗？我敢若我一个人，跟阮长母孙啊尔。恁两个哦，两个人。阿妈，我甲你问者吼，头拄有几个少年啊？敢是你去遐惊着的，还是安怎？嘿。啊无，我看讲你倒有看到，讲有看到一个人，敢是看到你吼？我唔知啊。老太太会是当年被害少女的亲人吗？刚才夜游的学生是不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她而惊吓过度呢？在尖兵耐心的询问之下，才得知老太太就是当年被害少女的阿妈。在场的人看着阿妈拖着孤独无依的身躯，诉说着她对孙女的思念之情，无不一阵鼻酸。我们现在能做有两种方式，要么就是直接把她带下去，交给警察。那要么就叫警察来处理。如果叫警察来处理，坦白讲，就像你讲，可能警察要不要马上来处理，我是不知道，因为他可能第一点他会把他当作流浪汉，对啊，当作拾荒老人，嗯，对不对？爸，你看呢、啊？你觉得呢？可是我们刚刚其实那么多人在劝阿婆，她好像也都不愿意走，她一直说她孙女托梦给她，然后就这样子，就叫她来陪她，意思吧？我想想看嘛，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想报警啊，阿嬷怎么办？那你再跟他沟通一次。由于担心阿嬷的安危，且不确定她是否就是遇害少女的亲人，外警队决定和阿嬷再度沟通，希望将她带离此地，交由相关人士协助处理。阿妈坚持要留在山上等待她不知去向的孙女，外警队不断好言相劝，却遭到思念孙女的阿妈拿扫把攻击。外警队能顺利的将固执的阿妈送下山吗？苦无对策的外警队只好硬着头皮，希望阿妈能被我们说服。阿妈，我没拍你啦，我在家里等阿威啊。什么？你要等？对啊，阿辉啊，阮找孙啊。哦，恁找孙阿辉遐，伊叫阿辉啊。啊，不过伊即摆无伫遮啊，啊是你要等阮来，阮家己斗相共。不会啦，我等遮等咯，我等到伊转来就对啊。此行虽然未与被害少女达成感应，取得更精彩的灵动画面，却顺利寻获当年埋尸的地点，并证实这个传言确有其事。而经过外警队再三的劝说，阿嬷终于答应下山。我们赶紧将极度思念失踪孙女的阿嬷交给警方处理，也算是功德一桩。往后希望心存歹念的人能够三思而后行，不要酿成难以弥补的大祸。此后鬼话连篇将会带给您一次比一次更精彩的灵动，请继续锁定鬼话连篇。而且只有这一间哦，你看范围过去的唯一的路口。嗯哼，那个，这个可以吗？